好笑的增大集合现在开始了，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，幸福哀悼综艺大集合，有请。这里是布袋港嘛，布袋港哎，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来宾哦，阵容很齐，江正凯，饼干，欢迎，小胖胖，哇，还有洪老，欢迎，车小琴，哎呀，黄楚儿，欢迎，潘英卓，是的，既然来到这个，我们来到布袋，就先来个游戏啊，带来好运，好不好？带来好运，带来好运。游戏要两个人和通力合作，没有，以前是一个人呐、啊，今天加了布袋嘛。哦，这个一男一女，这个你就先示范一下啦。那女生我就选那个黄楚儿好了，来。好。那你站出来，你站出来干嘛？没有，我想要换我。可是这个筋骨要很软呢。对啊。可以吗？跳戏的。啊？跳戏的。你算老妹了现在。楚儿算新妹了，对不对？来，你来示范。你们游戏规则是谁要咬？一个人咬，咬完之后摆到那边之后，对，回来第二个人再咬。然后对啊，那高度水高度不一样，最后一个很矮的，最后一个就是矮的，越来越低嘛，越来越低嘛。对，好来，预备。带来好运。好，我们再来带好运，带好运。哎呦，红马是在干嘛？红马来示范一次。我咬到了这个高的袋子，高的袋子还咬了两次，哇！还跳过去，对，还要跳。放好，要放好，放好，回来要赶快回来，快，好，好，接下来换机长啊，机长换蔡小杰了，好，蔡小杰是换舞蹈系的，这个袋子越来越低了，好，要起来，哇，两万，不要再秀了，不要再秀了，快 ，OK 哦，小杰 OK 哦，来带取票啦，快，美快哦，放好，那么接下来第三棒，红哎红马咬不到了啦，越来越低了。接下来要回来机长呢？机长，帮忙一下吧，帮忙一下吧，要拉了吧，这个时候要拉了，这个时候真的要拉了。可以拉，可以帮忙，可以帮忙。好，拉的时候拉的。这么小啊！啊，机长来！好，那么看蔡小杰需要帮忙吗？这样的男生其实也要会轮到第三个很矮的嘞。对啊，男生根本可能筋那么软的嘛，要帮忙拉一下啦。厉害啊！你筋为什么那么软啊？学舞蹈？舞蹈的，你真可以劈腿，对不对？可以劈腿，可是起不来。对，起不来。下了就起不来，要永远劈在那了。那几秒刚刚？96秒哦，所以是跟观众比赛的。好嘞。你们俩要挑战，你们两个。那我要派谁？他们都是没有啦。那董哥一定要下来啦。对呀、啊，对你们两个对不对？董哥嘛，差不多嘛。董哥，谢谢好了哈。心想事成啊。里面最胖的，对啊。这个啊，要摔一次才能帮忙哦，听得懂吗？好，来，请就位。来，预备，记得摔一次才能。喂，阿伯逼啊！卖紧张啦，哈，预备。好来逼啊，好，来开始啊、喔，大哥，我舌头伸得直嘞哦。舌头都给料的夹掉了哦，啊，紧跳起来，起来啦，大家加油哦！机长，好，我们这位可爱的妹妹，我要赢，我要超妹妹那么厉害，我弯下去就咬到了，哦，这有咬，机长，有点难度了，大哥，赶快啊，现在赶快。短短的哈，那
他都不要人家帮忙哎，而且他非常的敬业，然后知道一刷哦，错了就重新来过。哎，这个小妹妹不错了，来，你好厉害哦。他知道知识不对，其实没有犯规，他都会自己。重新来过。对，自我要求了哈。那我们也要这样子哦。他们不，他们俩很认真，非常认真。几秒？79。79。哇，都还比我们示范的还要快。嗯，是吗？我们示范，但我们只有16秒。哦，79还不错，哎，你筋骨怎么那么软啊？六连战啊。柔道。柔道，哇，怪，我不知道奇怪，我不知道觉得应该劈不了腿，那董哥也要加油，要认真，人家很认真啊，谢青，来一位。好，接下来这组心想事成啊，一位。好，心想事成，董志成跟谢青心想事成。董哥，回来，第一个袋子咬这么久，第一个袋子咬太久了，董哥还起得来，不简单啊。董哥加油啊，慢慢跳，慢慢跳。加油。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有在跑健身房的，这个还算是进这个，蛮庆幸，蛮庆幸。好，好了，两个完成了。第三个，这个惨了，这个难过，摔死了。董哥，加油啊！再下来一点。 好累啊，很累对不对？他嘴唇已经翻白了，我以为他演的真的，后来我看，哎，真的撑不住啊。那已经他已经在斜45度，还被你拉掉，已经是这样啊。他一直说你要前倾，你要往后倾，往后倾，我一直这样。对，但是有画面了啊，来几秒，啊不用看秒，到500多秒，破百了，把这个破百了。对对对，来颁奖，好来，2000块了啊，谢谢。 来，多下令人来哈，恭喜啊，谢谢，当然谢谢谢谢谢谢，给我一个东西，不能喂，不能喂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不能喂下去。对，来，蔡小姐，蔡小姐你不是吗？可以吗？舞蹈戏，不可以，舞蹈戏，来劈腿啦，看你怎么起来哈。没有人扶，没有人扶，还要计秒啊？要。
咬到起来就算结束，来，贝。舞蹈系的，舞蹈系的。来，把整个推下去。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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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吗
高一点啦，来预备。太难了，拿这个。好，我们现在给小朋友们看看一次。这你根本下不去吧？最高的，谁要跑马岛？最高的，好。妹妹可能可以哦。有追剧的，有像，这个比较像哦。有机会。这也是一种比赛，你看到没有？真的，对啊，玩不完呢。有观众要挑战的吗？有没有挑战的？有没有挑战的？男生来，你来啊！你，好，等一下，手刀接，腿的接，双手，来，你也可以啊。你是一手吗？你是男生女生？啊，女生呢？哦，女生啊。楚儿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们三个比赛哦。好。好不好？我们就算夹起来就算秒数嘛。好。好不好？那站起来吗？还是夹起来就好？夹的还要站起来。好，站起来。站起来就停秒数停啊。秒数花的最少。对，我看这个是比较弱，先来好了。一垒手。你是一垒手啊？有练劈腿吗？接球要练劈腿对不对？你劈腿看。你可以把帽子拿掉。哦。帽子可以拿掉了哈。好。大家比赛都是一样的啦啊！来一杯，还有没有？你啊，小姐，你 OK 啊？你好，这位你是？啊？你是？我是嘉颖。嘉颖做什么？我在做早餐。做早餐不练瑜伽的？有没有？一定有练的。哦，一定有练的。可能啊，可以吗？我们怕你受伤呢，你穿这个可以啊。他的韵律裤 OK 吧？应该有。可是可以夹吗？可以咬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咬吗？不确定，但我确定的是，你可以去打棒球当一垒手。没关系，有参加的志向，我们都欢迎，好不好？试试看嘛。你哪桂冠呢？我的戏全扣啊。哎呦，那赢了，啊，那没关系，你先排下去。你等一下，我一垒手先。第一棒没有了，好来，宇文，中职棒球队一垒手，没有加油，不要加油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好，你要量距离哦，可以前一点哦，没有了哈，来，好，瓜哥出发，吉祥的这个摇袋子哈，好，这里来走，可以了，不要摇到了，要摇到了，啊，掉了，没了，这怎么办？这叫怎么办？来，没关系，好，你先休息一下，重来，你现在每个人有犯规一次机会了哈，来，咬坏了之后再等于犯规，两次淘汰哦。真的蛮厉害的啊！因为他蛮厉害的，男生的已经很厉害了。变大，对。好，我们看看一垒手可以劈成这样。好，再往前一点，对，咬牙齿，牙齿没力，碰到了。两次，那你没办法，这个也是一种比赛了。但是已经很厉害，很肯定他了。来，第二棒，棒，预备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位练瑜伽的早餐店老板娘。老板娘，哎呦，美女啊，美女啊，接近了啊！瑜伽头慢慢的抖，快收快！不过以他来讲，他能筋骨这么软，我就刚刚讲，他有练瑜伽，这真是一匹黑马呀！对，最后串出来的。所以这个比赛好不好看？我们没有理由输的啊！你们在输人家，你看对不对？有没有小孩？一个。你为什么想要去练瑜伽？你讲一次，你当什么？阿嬷。哎呦，这么年轻当阿嬷？你练瑜伽几年？将近10年。10年，所以他代表我们呢，不管到什么年龄可以运动的。做阿嬷还在做瑜伽？对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好，厉害厉害。
第三棒了，哎，强中自有，对对对，强中自有强中手了，对，来讲，不要觉得年龄赢的会欺负他，你尽量赢，好不好？预备，这个很好看哦，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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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哦，下次很赢，哇，哇，胜利，哇。太夸张了！陈情愿，你也蛮好看的，练瑜伽的吗？柔道。哇，那筋骨好软哦，几秒啊？四秒一厘。哇，太敏捷了，这太敏捷了。这是我们这个 Q 能做的魔王啊，四秒多啊，太厉害了，太快了。四秒多，我跟你讲，两位，看你们两位好好表现一下。接那个楚儿先来，帮我做。要加油！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你们，好来。套加波，好，只要花。如果跟前面那个楼道比，那这个不标准，那不标准，那也坐下去了，几秒？四秒八一，四秒八一啊，这个四秒，哦，楼道四秒整，四秒，刚刚四秒，但是他有套加波啊，你坐下来了啊，好，没关系，这个算厉害，算厉害，来，这个我们不列入成绩了啊，最后一个，蔡姐，你应该没办法吧？预备，怎样跟自己说？我不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几秒？三秒九，哇，很厉害，三秒九，我们不会把它列入第一名啊，第一名还是刚刚那位。不是啊，因为我们是艺人，你已经向观众证明你很厉害了，但是我们不要列入成绩嘛，好不好？来，来来来，来你妈妈，还有那个瑜伽妈妈，这个厉害啊，瑜伽阿嬷。阿嬷，我们刚刚第一名呢，我们要先颁发3000块了哈，没关系，你2000，我1000了。好，瓜哥这边加1000了啊！你2000先颁给我们的冠军了哈。黑带的柔道高手，恭喜你，这2000块。好，恭喜你的速度真的很快。那妈妈呢？我个人也颁2000块给你啊。谢谢妈妈。啊，你真的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年龄活到老学到老，要感动。来，我们这个要送你礼物。蜜饯送给你哈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要继续送幸福了。接着下来，我们要来玩超刺激的时来运转。相庆，今天我们有请到转轮界的魔王，你们可要小心哦。现在请时来运转。特别请到这位 Eddie 奇啊，我是咱当局庙那边的主委，名誉主委啦。名誉主委。起庙时阵，你出足济来的啦吼。哎呦，出足济新面啦。新面啦，哦，那个庙起好了，伊都无带车啦，带走。我本来我前天哦，就去带台北，按咧建庙当中，我来去登来家，我登来来来去去。哦。建庙建了，我是建庙主委，啊建了我就交互伊，就当做荣誉主委。啊，基本是带台北啦，知影咱来啊，要回馈乡里。真的。所以登来啦，替我们加码的啦。哎呦，你太有心了啊！你本身是做这个海产进口的啦，哦，像什么鲍鱼、鱼翅、大帝王蟹这款的啊，行情啊，对对。是，今天呢，那你大集合来到家呢，名誉主委、荣誉主委啊，你家回馈乡里，后后天加起来嘛的哦，加码的。哎，欢迎第一位，哎，还有哦，你好，妹妹，什么学校？科大。科大，现在几年级？一年级。啊，晒得好黑哦，打棒球啊，打垒球。没有，我只是。比较爱运动，什么运动？就只要是运动。对，四处啊，哦，不是职业级的啦，就自己喜欢运动啊。哪里人啊？高雄。高雄，这个高老板哈，来帮你们加码的。好哦。好开朗哈。开心好啊，上节目就是要这样。刚刚我巡过一站，好像还一组还没玩，对不对？我好，我可以。好。对，刚刚前面还没暖身嘛，来，请就位来。来，会吧。来往前站，再来过红线，过红线哈！好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小妹妹赢了有2000块了，预备，时来运转。好，来，准备了，开始转了。来，小范范，哎，第二关也是2000了啊，一万件啊。好了，第二站开始了，小妹妹来对上我们小范范啊。我们刚刚拍一组，大概撑了5秒钟就下来了，我们来看看小范范能不能撑得过久一点。不要掉了，两个快倾掉了。啊，那个摔了个洞了。没有啦，我们先掉的。哎，我们先掉。我们
蓝颁奖，好来，少给冷清了哈，奖冷清了啊，来来，高老板啊，等一下，高老板是做拍产品的，来两个，谢谢你的，哎，你太细心了嘞，没办法，好念书啊，不要乱花啊，奖学金，哎，来，恭喜恭喜，下面一位，来来来。哇，大家好，你好，早上去扫马路吗？对啊，这是跑步，跑步，颜色会比较鲜艳，荧光的。对，然后晚上跑步的时候就是那个怕起安全路跑嘛，对。对，然后是后面会这样亮亮的。我在，我一般扫马路也要穿这种衣服。对，你大名？吴俊贤。吴俊贤啊，现在是大三。对，大三。念什么科系？资讯的。资讯系。对，现在赚些奖学金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。男生啊，大学学费很贵啊。我来，红毛哥。好，修理一下。好，来。好，预备。十来日。好，比赛开始了。我们红毛对上了这一位资讯科的这个同学。修理。饼干，上。强风饼干。以后能不能常出现节目，就看这一战了啊！不要被别人搅和饼干了哈。来呗。好，过红线，过红线，顶住，顶住。好，握手。加油！赢了4000了。好。好，比赛开始，各位男生至少在我们的第二位。哇，这个就认真有战力嘛！他一个跌倒把他滚下来。对，我们先守住2000再说。来，谢新千，来，我这边1000，老板先不出了啊。来，我这边1000呐，大家贡献嘛啊。谢谢。好，感谢。好。那头先问我是安那要出席，因为我是大集合的荣誉主委啦。是啊，好，一个是票的荣誉主席啦，还有荣誉主委啦。荣誉主委，来来来，下面。这个面都晒得跟木炭一样，运动选手啊，但是非常阳光，对不对？是晒得很好啊。原住民吗？不是。那你是很多人都这样问你吧？对。好，来小妹妹是来赚奖学金的。刚刚小妹妹也是。小杰还是？可以吗？主任。好，主任。我看你有没有办法取代小杰的地位了。好，这样你来拯救。加油！黑白双煞啊！你们两个年纪差不多吧？主任几岁啊？但是差不多啊，你看你就18嘛，差不了多少。那如果小杰就差一轮了，差不多。来握手，预备，2000哦。好，比赛开始了，我们看一下运动健将啊。但是我们的主人应该也不是省油的灯吧？哎，刚刚那个吐福利连吐了这么好，只是手，主要只是手哦，你已经被人占领，只是手而已，有没有？目前他是在手，对，没有错。哦，这一位同学蛮灵巧的，那个同学上半身都没动，哎，滚轮上面，然后滚到下去，滚到下去啊！其实楚儿啊，一直处在被动，对，他只是在平衡。刚刚他还蛮宅心的，好像天生就生在那个杆子上面。对，哇，想发挥啊，电力好强啊！姐姐摔下来啊，他还不忍心，看见快要起来把他转下去。对，这是已经有2000块了，那已经没对手了嘛。蔡小姐，对，你要送钱呐？那怎么办啊？蔡小姐可以吗？可以啦。真的啊？可以，你看我前面表现。不错，你越来越务实了。对，再送一个800的给你。哎，一样。2000了，来。这个同学，我觉得会把我们打套零嘞。对。会打光掉了。你们。哎，你吃到饱好了，通通扫光了，我们给你8000块好了。对啊，我们不要算钱少套零了，吃到饱了。吃到饱了，因为。好，看看你能不能吃到饱了哈。目前面对的这一位体重比较重的是蔡小姐啊。那么你不轻巧，应该可能要占优势。这一位同学他会用2只脚去滚那个轮子。他很稳的，蔡小姐在抓平衡，然后我们同学在抓进攻了，你看看，滚他啊！蔡小姐又不能夹下来，蛮厉害的哦。像撑比较久一点。其实啊。
如果没有吃到饱方案，我们现在就结束了。你要不要吃到饱的方案？要啊，要当然要啊。吃到饱就是通通扫光了，就8000嘛，好不好？我们是男生哦，女生哦，现在已经少掉两个了。吃到饱，不管怎么样都要上了，哎，连打两个。这本公司今年所推出的，这个应该蛮好打的吧？蔡小姐都打下来了，这个应该打得下来。握手握手，互打，预备。我会打，他也是好帅。好了，比赛开始啊！盯住啊，拍子盯住啊！好，这位女同学偷杀了。厉害哦！还没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讲出来算话了，我们套领女生打完来，谢欣上，好，谢欣来，预备吃到饱第三位了，预备。好，这位女同学来到了第三关，面对的是谢欣了，现在，来看看你能不能吃得太饱啊，谢欣。吃到饱，来，小胖胖，小胖胖，最轻盈的，来，本公司名誉东西啊，来，哎，讲到霸了，吴董事长，现在进行我们的吃到饱专案，往前，走上来就不稳了，不要让我们担心，要加油，此刻正是您功成名就的时候啊，来，预备，我们来看看小胖胖能不能把它弄下来啊。小爸爸稳一点，稳一点，不要一直往前逼近，你在干嘛？你要逼迫人家要干嘛？你往后你也不会赢啊！哎，跟住哎！不行，小爸爸手把人家下去了。小爸，你们没拍到这边手把人家这样给掉？他是碰到他，来再来一次，再来。你干嘛一直往前啊？其实这里的同学都还蛮大方，很好啊，因为吃到饱第三。好，不要再犯规了啊！哎，好，来了，哎，他还没有滚到。女生打光了，打光了。你打了五个人的，对不对？你打五个，我们基本上有8000了。最后一棒魔王要不要打？要打，凑到10000。停一下，要打。打，我们有魔王啊！有，真的，我养了一只老鼠，每天给它练这个。你养老鼠？对，每天练这个。对，起尿器直接打破掉。不，我起尿器舞做的，我这只黄金鼠厉害了。哦，就是我们的魔王啊！哎呦，对，它金刚鹦鹉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它黄金鼠每天跑滚轮的。哎呦，来欢迎我们的黄金鼠。亮相，好烂！这个是黄金鼠，今天就是初次亮相。黄金鼠对游戏发明者嘛。你刚刚看到对方了没？我看到。你一定要好好赢的，不然我们变10000块喽。任何我都不放在眼里，任何人都不放眼里啊！因为他是老鼠，好，所以他不会把人放在眼里。他只看老鼠而已。来就位。哎呦，黄金鼠上台了。加油啊，黄金鼠！我跟你讲。这关打完了，你赢了有10000，啊，来一位黄金鼠，你如果赢了就成立粉丝团，好不好？对，粉丝主导。黄金鼠对上了我们的鹦鹉啊，然后这位是我们的盟主啊，我们的这个算是魔王啊。黄金鼠加油！黄金鼠有一点不太稳哦，这位女生真的不好下来了哟。黄金鼠，赶快回去试料了哈！来，我要颁奖了，8000块嘛，对，高董啊，把阿弟提4000块哈，来，哎呀，先3000，4000好嘞，我们这边4000，8000，来握个手来，谢谢，吃到饱，很厉害了，吃到饱专案，你怎么用这笔钱？当球队队费吧，当球队队费，您球队是？就排球，对，那你万能工商的，你也是排球队的，对，不错啊，能够代表球队来赚点基金，哎，大公无私，值得鼓励，好，谢谢啊，对，好，
来，好，棒球队的来了，我棒球队的来，那男生的，现在男生要吃到饱吗？要吃到饱？什么？他还没有比，他就要吃到饱。翔哥，让他对，让他铩羽而归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就位。哎呦，球队了，我们赢了，阿翔啊！同时啊，因为一个姿势不对，一个是摔下去同时的，来就位。因为刚刚各位看画面，一个姿势不对，可是一个也掉下去，两个是同时的，你们。先生，你要吃到饱吗？我要吃到饱。你要吃到饱。那么下一个。棒球队还有没有？棒球队也到来。有没有？我们翔哥吃到饱。吃到饱，来，上。这里游击手，打棒球要好好配合一下。哎，你好。手对上游这个游击手啊。游击手。预备，吃到饱。派不出人的啊！另外一手，来你，吃到饱专，吃到饱来，三个我们就休息了，好，吃到饱来，再来二垒手游击手啊，来就位，三个右外野了，你打这个棒球队这最后一棒了啊，预备。最后一个一人一千拿来，我们不要让老板出了，我们一人一千来给他2000。这个1000。啊，对，还有礼物送给他们哈，谢谢我们东石棒球队，谢谢，来往后退，好，还有谁？啊？还有？还有来啊？还有谁？一起来！大家好！一起来！你们两个一起来啊！好，接下来就不关各位的事了，直接挑战黄金鼠了。只要赢他就是5000块啊，好了，就一次了结了。哪位先生？你先上吗？来，5000块啊！喂，好，比赛开始啊！黄金鼠啊，你要了5000吗？好了，看没有，大哥，都没丢了钱啊！根本不需要动他啊，你姓鼠来宝啊？鼠来宝，来。看到会害怕吗？会弃权吗？不会。想弃权吗？没有。啊，你都害怕，为什么还参赛？有信心。哎，你们来保第三集啊！哎，好了，精彩开始啊！各位年轻人，还没上了就下去了，太快了吧！还没就秒杀，再给他机会。真的吗？再给他机会来，再一次。而且刚刚黄金鼠他很生气哦，他气什么你知道吗？自己掉下去了，气赢的时候没有站好，很臭屁哦。预备，好，再给各位同学一次机会哦。一样啊，没站好就下去了，黄金鼠又生气了，又没赛道。来礼物，没有办法秀他的舞蹈。来，谢谢。送你的笑死。来，谢谢两位啊。谢谢。哎，这黄金鼠吃的饲料哎，没有。谢谢。我们的黄金鼠果然不简单，养老鼠果然是咬布袋啊！布袋的乡亲紧拍死。我们也希望各地的英雄好汉站出来挑战黄金鼠，不要让它臭屁下去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玩千个动鬼鸟，看看今天有哪些嘉义乡亲能挑战成功呢？
他接下来进行的是情歌冻北调。梳理未完呐，哦，刚刚前面是荣誉主委啦，这是在地啦，厉害厉害。这里足多人在问哦。哎，那种姜红太祖呀，有三太祖啦，大太祖、李太祖的。那我这斗阵姜红三位太祖，敢那唔捌看过哦？唔捌看过。哦。都普通，咱这个沿海拢服侍这个妈祖。妈祖啊。对对对。阿洪牙哥嘛，啊。对。啊，我家拢服侍大太子、李太子、三太子。这跟渔民有啥物关系？哦，这家也是对阮这渔民咧讨海，拢保庇平安。哦。咧谈风顺。哦。也是也真济。是是是是，平安顺时哈。哦，所以这个供奉三位太子，总共三百几年啊！三百几年哦！哇，那助理员呢，今天来个家呢，就介绍的非常详细啊！对对对对。啊，安尼，有些有咱节节目，别个人鼓励一下。有嘛？有可以鼓励一下。我那有了。是。我话呢，咱那个东江不比我开下节拍节啊！来来来，我们就可以。啊，请个动物掉。阿西，对对对对对，来，我们欢迎第一位。来，你好，欢迎啊。掉嘞哈，欢迎。哇，这个叫小玲珑啊。有150吗？号称可以吗？那来148了啊。这个才好玩，这个游戏。对啊。是，现在做什么行业？还在找工作。还在找工作。待业中了啊。待业中哦。要赚钱。是，你学校毕业多久？刚毕业没多久，刚毕业哦，毕业就失业，你看，啊，你那边找到合适的啦，对对对啊，啊你不注意，你本身搁做什么行业？我拢做水产工厂，水产工厂哦，有欠人无？有欠人哦，你敢会敢会使？是你这样的会使，哎，你敢会比我管？嗯，你管不管你？你管不管？年纪较重要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不来了不来了哈，身高性别并不重要，认不认真很重要。今天的拿奖金了哈，哎哎哎，规领拢穿落，裤甲衫3000啦。嗯，啊那刚才穿这几件衫，1000块了。1000好，来来，请就位。好，加油！这小妹妹很可爱哦，可爱啊，有点笑脸迎人哈。对啊。好，加油！小妹妹来挑战了，哇，要这个比较吃亏一点，因为她身高比较不好跳，但她一下就跳上了。不要笑，不要笑，哎。有了，有1000块了，1000块。脚要抬起来啊！加油加油！现在来了三只两只脚呢，到正中心。你脚还在，抬起来啊，抬起来！掉不掉不掉，重来重来！哎，不要叫不要叫，冷静冷静啊，重来啊！我来撞啊！没有人在动啊，只有你自己动啊！脚要抬起来啊！好好好，有没有有没有？进进进！本来好好的，你干嘛干嘛跳下来？脚抬起来了哈，把冠军奖3000块了。哦，有。可惜了，时间都时间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是 OK 的。好，最后的倒数了，加油啊！还有一点机会啊，慢慢来，稳住啊，再慢慢，慢慢抬。还有谁在？9、8、7，两秒算了，两秒算了，把它完成，把它完成。没关系，时间还可以完成。进去啊！你不要摔倒，就摔倒就不行了。还收不下来，好厉害！脚抬起来，抬起脚抬起来就有了啦。脚往前，啊，不好，脚伸起来，我就拉了啦。拉，你要伸起来。我们的赛事跟美式足球一样啊，只要球不落地了。都不能吹哨子了，会让他玩到最成对成功，或者说来1000块，我们先我们制作单位先来啊，1000块啊，来谢谢，来谢谢大集合啦，好来，接下来下面一位好女生，哎在地啊，在地啊，破地啊，大破柱，破柱啊，嘛是加一破柱嘛，加一啊，加一是进餐吗？当老师，老师哦，老师要晒那么黑。老师好，老师好。你体育老师吧？对啊。对嘛？好厉害哦！因为他这个肤色不可能在教室一直在写黑板的，一定跟所以我刚以为。后面晒太阳的。对，体育老师之前你是专攻柔道脚力的。柔道脚力。哎呦！所以你是教柔道脚力。对。今天柔道赚了很多过去。学柔道去都在家。所以那些柔道都是你学生啊？我们学生对。对哦。两位优秀的学生下来一下，两位柔道的。哎呀，
啊，就他嘛，就他，你教的对，对呀，他女生啊，他女生，妹妹哦，我知道，他刚刚玩游戏，这个一看就很凶狠啊，对啊，这看起来不太敢跟他打，这个看凶不凶狠哈，罗道士要看耳朵，真的吗？罗道耳朵，这个耳朵哈，真的罗道耳。常常磨啊，对，磨了磨掉了，他再好，看到这种耳朵就知道都是高手。对，这绝对高手，你看他身材，那杀气多重啊！对呀，但是我不敢叫他出来示范呢，我想说女生有没有女生示范？好，来个女生，摔他。你是女生？不，不，女生。这是这是这也是你的学生？对哦，你们俩可以示范一下吗？可以啊，他们可以对练啊。对，我们就在这垫子上了，来，可以吗？试试看好不好？来，准备示范一下。这是柔道吧？这是脚力动作，可是这样柔道啊？柔道脚力活，柔道。还有撞了，还有一种，看美国是情报，他好像转到后面的了，被情报然后转到后面，对不对？来来，压住没？我们压住。请到这边。来来来，两位，你为什么喜欢学脚力？当时被骗来的，被骗来。所以你现在不爽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是兴趣的。我觉得你们学到这种啊，是人家都羡慕你的。要练多久？现在是怎么容易哦？对，女生漂亮。那女生有脚力吗？有。女生脚力我没看过，女生，你后面已经到地上了。好。哦。情报。情报嘛，对对，来，他骷髅，预备，好来，来，看我们要抢嘛，我抢个，好有力耶，身上厉害啊，你会这么强，就常常是跟男生练，对不对？跟男生练啊，会把自己功力往前，不是对女生而已。是，那你在里面是负责就是被大家摔的，没有，你是学弟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是学长。学长辛苦了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所以今天拿奖金嘛，对不对？来来，救我！来来，啊，不啦，啊，不是老师要来了吗？老师，你当时底下，好的，掏钱，掏钱报名啦，掏枪都来啊，好，我袂记啦，来来，请客都袂掉嘛，老师要上来都没有人加油啊，请客都袂掉，好，老师来挑战了，哎，老师第一站没有，有点高啊，站好。就很好哦，脚抬起来，来，我走，眼睛歪了，眼睛歪了，没对到，啊，又摔一下，我又受伤了，请朱伟1000块钱给老师。你拿口风钱和撒钱扣啊？对，我挑战一个比较难的啊，就地取材的。怎么样？因为我刚刚跟渔民在聊天啊，那那企鹅啊，鹅啊，哎，壳架里面底下有个宝丽龙，黑色布条，就在后面，来帮我拿一下。
注意注意，这个好重，这张力琴，这个重，重你个头啊，重，宝丽龙，宝丽龙嘛，没有，这个偶尔早上关你，你科架放在海里面，要漂浮啊，对不对？注意功被漂浮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所以我决定，我找了五根呐，五根，把它铺上去，大家把它走完就好了。所以麻烦各位呢，把它铺起来，像铁轨一般的把它铺起来，这样啊，好不好？对，还有五只嘛哈，还有五只，你准备好啊？好，前辈，来来来，这个就是我们养科人家啊，摆了五根了，智慧了，那你要注意，这是放科架对不对？在旁边，对，在上面，在上面，对，上面呢，那个到外海波浪大了，会水波逐流，会变这样，哇，哦，好像在海上的感觉哦，太晃了吧？但是你那鹅啊呢？我看了都晕船了，我鹅也在下面，不会被飘走，对，所以它养分够，所以鹅啊永远它不会晕船。啊，你看他这样都不会晕啊，不会晕船。对，所以你看破坏都不会吐沙嘛，你看到吗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不会吐哦，对，蛤蟆才会晕船，它会吐。对，我们就放五根呐。游戏规则很简单呐，把走完之后到那个定点，啊，摔下来回去，那一分钟走不完就淘汰了。一分钟以内计算成绩，一分钟以外就算淘汰了，就不用比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我其实我觉得那个蔡允杰应该是小杰啊。应该是最喜欢挑战的，对对对，给你试试看好了。你今天怎么没有举手了呢？对啊，蔡允杰，很可怕。不会啊，你有怕的、啊？有怕的要说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换人那个。其实这个体重要轻，比较占便宜。对他很轻的，他最近瘦了哈。啊，注意了，要摔了，大家保护好啊！游戏名称呢？好，步步惊魂了。好了，步步惊魂。因为太出位的投入啊，计时一分钟，我们发出去场地呢，来到布袋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机会来玩这个快乐的宝玉龙，赶快走第二个，你们叫什么叫？不要走，要叫站好站好叫走了，很简单的，你先体会鹅啊的心情。他一站好，每一个接到的都做一次。我算一个啊，加油！9、8、7、6、5，这样完成嘞。有，等于。有，夏小姐完成了。小姐来一下。哎呦，他几秒？我晕了。五十几啊？感觉吗？57啊，算有完成嘛？什么感觉？大哥，手时间算准不准？晕船了。为什么？等一下。你最累的地方在哪里？跟我们大家讲一下，或者困难在哪里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在下面的时候，我跟那个红毛说，我觉得这看起来很简单啊，因为它看起来很大又很稳。对，上去。我现在问你说最困难在哪里？你跟我讲这个。困难就是你根本站不稳啊。第一步跨出去的，害怕。第一步跨出去是最怕的。对，那我什么不讲呢？他晕船了，他晕船。对啊，我那问的答非所问呢，你。好，再一次。第一次踏出去是最可怕的，第一步很难踩啊。对，可是越后面越可怕。对，尤其是中间的时候是最晃的。而且你还能知道摄影机在哪里，这个超厉害。对，而且还要倒这里哦。你很故意耶。来，57秒算不错，来，掌声鼓励啊。好，大家女生可以来，楚儿啊，来，楚儿来试试。好，真正的竞赛是在台上，不是靠嘴巴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就加油！来，给了蔡小杰难看，看楚儿能不能赢过我们蔡小杰了。因为好，蔡小杰，好来，这个楚儿呢，加油！上来了，哇，第一步画成这个样子，全身呢，整个身体呢，呈现一个大字形啊！给小李机会了，我们的表情非常认真啊。
几秒？36。36哦。哎呀，蔡小姐，赢太多了。这是我的身材力气，我的船没有倒，他的船倒了。对对对，两个都很优秀啊。船倒，但是人活下来了。对，那人又到了，人家到目的，你们这示范很好啊，观众就知道怎么玩了。对对，那个学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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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躲起来？学弟学弟，来来，找人跟你比赛好了，好不好？你的体型来讲，红毛啊，红毛刚好，红毛好不好？来红毛，你们俩就比赛了，描述嘛。秒数一分钟，一分钟以外就不能算完成了，一分钟以内可以秒比秒数了。好，赢的有2000块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你先来，来请。加油！好，来挑战红毛了，预备，进围了。好，来啊，学弟来啊，学弟快点上去啊！要稳要稳。对对对对，倒了嘞！学长说你不要倒，稳一点。体重重的人，我懂了。几秒？55秒。哎呦，50秒还在合格范围呢。60秒之内。红毛如果没完成，你就赢了。好，来，红毛机会。预备，55秒，对手啊！加油！好了，红毛来做挑战啦。秒数很快嘛，哇，这超快的，这对几秒？20。啊哟，我之前也是淘海人啊。哦，两个颗。来来，我们礼物，你有礼物。来，小礼物。来，谢谢，谢谢你，凤梨酵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两位。那你有没有还有挑战的？有，你可以玩。最奖金的，来，大哥。来，篮球教会我的事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我是教篮球。你教篮球，所以你打篮球，你几岁啊？50几？57？那会不会摔伤？应该不会。平常有在运动吧？好，可以有57岁来挑战哦。哎，那奖金要拉一下了。好啊。对啊，那57岁，我们没有年纪这么大的跟他挑战了。啊，其实有哎，你们两个差不多都是这种年纪。对，你们两位。是是是，董哥，那我们就是干脆颁奖吧。我们两个人颁奖。不行，要运动一下精神啊，玩一下精神。我们可以玩吗？我们抖都抖死了吧，一分钟把它完成好了。因为我们说起来也没有人可以欺负你。对，来来，这个57岁啊，问题不是年龄问题，是你踩出去那一步。对，过一步。你很困难。对。那接下来一直在抖中间啊，生不如死，到底怎么办？来，预备。好，57岁，这位。不用比了。后来你说你要跟他比，几秒？2秒17，才2秒17，你看，刚刚而且他床没有翻呢。你太轻了，你怎么那么勇敢啊？因为有在运动啊。你也是第一次玩嘛？对，他没有排练，我没有跟。没有彩排啊？蜻蜓点水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。篮球有教你这种事吗？有吗？你好像那个什么功夫里面轻功水上漂。对对对对对。阿翔的蹭蹭蹭蹭。阿翔没办法跟他比啊，两秒多。来来来，阿翔要试试。你在 Q 我吗？不是阿翔，你两秒多不用比的吧？我还可以再破掉2秒的。你真的？多少？现2秒多少？17。2秒17。
3000啊，3000啊。给两百。本来光哥说5000的。因为这个阿翔的擅长就是这就等于是绳子上面的最高保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觉得他可以破你的记录吗？你2秒17耶，你觉得他可以破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你说不知道，我很难给他加码，对呀。不会吧？好，不会，不会。哎，教练，教练，谢谢。破不了了，哎，破不了，你得爱吹了呀。破不了，吹了呀。嗯呐，来来，注意，一共一人一能没有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那2秒17以内，我们就一人给他2000。好，好，如果没有的话。等于我一跌下来就比赛就结束了，废话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迟疑的，没有没有办法迟疑的。来吧，升高一点来，升高一点啊！什么？一样的，升高一点。来来，救救。57岁啊，2秒17啊，周先生，这个夸下海口就要破他记录，2秒等于啵啵就过去了呢。对啊，而且这个定当就2秒了，不能有 miss 的。组委2000，瓜哥2000嘛。对啊，你看这样子排列可以吗？随便啊，随便。真的好紧张啊！怎么他这个口气越来越像郑敬一了？预备，来加油啊！好紧张啊！加油！2秒9，2秒9，两个都一样，真的啦。对呀、啊，他们也不会替我们省钱的，他们不会对。那你们两个应该刚刚帮阿伯记错时间了。对对，颁奖他真的很厉害。啊，那个教练厉害，教练厉害。啊，教练。没有了，好了，你注意几枪，哇，几枪。蔡主委。来，好来。几枪。厉害啊，教练厉害。这边有几枪。厉害，谢谢，佩服佩服啊！活到老学到老，真太厉害的啦！真的，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主委啦！太厉害了，您真会屌屌呢！调控注意过我们有没有上过那的网友？是什么名啊？在飞，在伴手礼，谢谢。哎呦，修哥哪里？这个，哇，这是骗子啊！在哪里这是饼干啊！干的，哪边？哎呦，小卷，真的就是。那么修哥嘛，丢弃啊！好酥，好脆哦。我赶快来搅哈。哦，你这有芥末，你要抹。里面有 wasabi 呢。对。对 wasabi。直接的 wasabi。哦。好好吃哦。这是里头里面什么都有。对，都有。那太棒了。这注意啊，被送打飞了哈！看我干净没有？对，观众朋友赶快上网啊，还有东西送给大家啊！干净啊，干净啊，干净啊，干净啊！金龙甲，金龙甲，来！吃了最道地的在地小点心后，既然来到盛产蚵仔的布袋，一定要好好介绍嘉义布袋当地雄鸡的青蚵啊！这么肥美的鲜蚵，赶快来介绍一下吧！介绍这边点散的哦，这个海中的牛羊，漂亮，钙质丰富。这个蚵啊，蚵啊，蚵啊实在足营养的，而且对个充满了心，对男人很有帮助。啊，这位是，你是先串，串大哥，串秘书长还是串会？串大哥，代表呢？串代表，代表呢？那个，哎，你也要背卡？哎，你卡早嘛是正者？本来我十外岁就拢落海了。十外，我到今嘛70岁要到啊。哦，今嘛团团团，我下面啊。那才有夹子哎，囡囡啊。咱这个了，阿来好跟观众一个观念介绍起，像我们都会来采收的东西有没有？对，这个要放回去了。对对对对，那更害啦。这有做蚵条，蚵条，阮小月人讲这蚵条，来蚵颈来卡住蚵条，啊卡住蚵有一段时间就产生这。是，这个蚵条其实就刚刚要浮在那个有没有？我们在走那个固定。啊，那个壳要长多久才会变成那样？他没看过，他们不知道这个壳本来就鲜明留下来的。鲜明。有啦。对，所以他不知道那壳真正没有壳到长成壳到多久，我相信是有一定的年限的。对啦。所以它壳你看一定要剥好，你也剥坏掉的啊。这个废料，那上去废料还唔好啊？那不我都，我还没用的呀。他呢一直在扒的时候，就壳用久了，可能一扒就碎掉了。坏掉了。所以他就会因为淘汰，那新的壮年的刚形成的，它一定是可以重复使用。嗯，就跟人的淘汰一定是一样的。要不然你用了几十年，可能一剥就碎掉了。是。所以它新长成的可能就比较壮一点，所以会取代。那剥完好的壳呢，再串成这个，再放回海里面去，差不多瓦固，那个蚵仔就变安尼。
都一当一年，一当啊，当一年啊。啊，一年四季蚵仔拢足好食。对。点个钓时，你即阵啊钓时。啊，金白啊，啊，我有去啊。OK。你也白白。来，我插落来，插落来。背过了十年啊。白肥嘛吼。牛。啊哟。起码钓时是肥，啊不大哦。一定要水的哦。台湾布袋就是牛奶鹅，上好吃。牛奶鹅，那个叫牛奶鹅，加到一个哦，哎，搞两个牛奶嘛，你看，干鸡鹅啊，最最色情的，最色情，好来来来来来，哦，你好不？哦，你 OK 不？哎呦，有这种，这个耳朵，哎呦，哎，就是无同款，你看没？你怎么个吃来？哎。安怎好吃啊，真的。我看安怎，真正最好食。哎呦，好吃啊，真的好吃，真的真的。嗯，而且有香味，刚刚还有牛奶味。啊，真的。这个牛奶鹅啊，哇，里面的那个是，这是灰干的哈。那个一咬破之后呢，整个那个奶味会冲出来，而且呢非常的。最的最。哎呦，不是的，我是的。是的，来。女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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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生。你都这么壮，还补什么？小范范可怜呐，你看，真的可怜啊！哇！好吃吗？要跟男生好吃，要咬哦！救命！就咕噜就咕噜！你看，你都没有去咬它，你看用吞的，对。我们不是光吃推广而已，我们今天有这么多来宾啊，哎，我们有分三组比赛，三个人比赛，我们分组比赛啊，你会剥壳？不是，我们不会剥吃吗？我要介绍三个高手哦，剥蚵仔高手哦，蚵仔高手比赛，对啊，那三个人蚵仔高手会挖一分钟来称重量。冠军、亚军、季军，漂亮！你们下注，下到冠军的呢不用处罚。我们下注啊！下错的呢，今天通通丢在那个港口布袋港。不要啦！不要，只有第一名不用下水啊。对，其他要丢。第二名、第三名要丢。丢布袋。我不会游泳。那太好了，那太好。不会游泳才好哈。不用丢到深。丢到海哦。对，你们还没比就开始害怕了。不要怕嘛，又不一定是你，对啊。但是我不能说公平，各位这样就压了。我把三位选手站出来，资料介绍给你。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对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问。我们就开始下注了。应该了，应该。来来，请机会来。好，来来来来来。哇哦。马上今天呢，在布袋举办第一届大集合的金科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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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参赛者有三位，哦，冠军呢可以获得我们特制的一个奖杯，哎呦，真的是金色的，无比的殊荣啊！第一届大集合办的，这个真是啊，这个到处。可以传家宝了哈，无上的光荣。对，有一点那个油漆的味道。对，还有冠军的，还有啊彩带。那至于亚军牌呢？银牌，银科，银科哎，哎对，就纯银的，对，纯银的。那接下来呢？铜牌。同牌同科，同科，哎，同科不同种啊。那至于这个棒阵呢，是今年2016年巴西奥运呢所指定的，是奥运级的棒阵。所以三位比赛完之后的秤座都是用同样一个秤，公平。对，所以呢，也许有同分，也许没同分，不知道。但是我先各位呢，我要分析三位高手给各位，只是介绍一下，以及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认识一下。你们各位第一届大集合金科杯，介绍第一号参赛者徐景淳啊，徐景淳，徐景玉，男的徐景玉。徐景玉家中啊，从事水产事业啊，从小国小。就开始帮忙外婆剥蚵仔了哦，所以剥蚵仔经验十分技巧成熟。今年28岁，所以算起码剥蚵仔有18年以上的经验。这18年每天要剥，闭着眼睛都给他们剥了，闭着眼睛剥厉害。现在身材体力正值巅峰，他的手指的灵活呢，天天在练了啊。所以手指跟大家看，可以摸一下他，可以摸一下他的手。等一下，不要犯规好不好？手指跟大家看一下，不要这么酷耍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对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正面，今天注意啊，这是真的比赛，你不要以为别的节目好像谁才是真的播啊，不是让你们猜的，其实都是真正的选手，真的选手。好，了解了解。而且他是去年啊拿下的男生组第二名。哇，去年啊，对，好近哦。对，第一年呢，因为喝酒喝太多，喝了一下手不太灵活。去年是第一的第二名，对不对？第二名，我讲的就是都是真的资讯啊，各位。他今天是不是能打败其他两位选手呢？各位看清楚，待会准备好。了解了解，徐景玉一号。现在掌声给一号选手。加油加油！
接下来介绍二号参赛者阮淑君，淑君啊，你看那服装就知道，那不是台湾人。对，丹点滴是他的故乡啊。越南。啊，是啊，是阮淑君在越南嫁过来新娘，已经嫁过来有12年之久了。哦，你知道越南新娘嫁过来都帮忙持家带小，对对对，帮忙家务啊，照顾公婆啊，尽心尽力啊，小孩子也没有少生，工作也没少做，但是从她笑容当中充满了幸福啊。哎。嫁过来还幸福了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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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意思就是非常好的意思啊。曾经啊，在当地播国歌比赛，在我们的这个新著名组，他是获得冠军的，真的，对，哎呦，新著名很多啊，很多，对，他所以说他呢，这个也是冠军第一名，他今天也是来好好秀一下，你会不会成为我们比赛中的大黑马呢？大家拭目以待。你要看一下手，看一下，好，哇塞，修长，修长，好。 接下来介绍三号参赛者，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国宝，还有秀清啊！他一定是冠夫姓了啊！今年66岁，听说阿妈6岁就开始播国啊，真的假的？做人不能用牙齿哎，六十年一甲子，尤其现在大家觉得他体力不如年轻人，可是他经验太丰富，你看他眼睛闭起来，在黑暗当中就能播国啊！哎呦，对，那他为什么要在黑暗中播啊？不开灯？我说万一停电了，想必不，而手法一定是炉火纯青啊！是，闭着眼睛是一个形容词啊。了解，表示他真的是无所不能，出神入化，叹为观止。今天要来问鼎第一届大集合的金科杯的冠军。 阿嬷是否能顺利夺冠呢？我们也不会因为年龄不同，他觉得比赛不公平，因为他资历就胜过他们。所以三位选手都曾经拿过第一名的。哇！阿嬷有没有拿过第一名？有。你有比赛第一名哦？铁棍杯盖。盖啊！哎，对哦。张维碧啊！你那时候你这铁棍，当几个比赛啊？各位的问题不要问太多，没有开放你们问题，你乱问。对啊。所以应该把你丢海里啊！对，人家穿旧是因。 人家穿旧是你绑石头，我跟你讲。什么样的菜鸟绝都丢海里。对，丢海里啊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当然呢，这个第一名呢有奖金呢，是我们制作单位有2000，啊，还有人加码三金，一共是5000块。哇，真的。加码呢，我们来欢迎我们的于会的代表，总干事阿来来来，欢迎。好，欢迎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你好，你是干事。 与会监事，你有曾经看过他们比赛吗？有。你都看过？那你不能多说了，不然他们会有点作弊就不行了。因为我们每年都有那个额外比赛。所以你都在场吗？哇，度假光那是今年没去，没去过，没去过，因为大家怕我们在。下礼拜也是有啊。下礼拜还有。所以他们先暖身啦。哦，这样。是我们今天第一名就您加3000，我们加2000，还有就5000呐，好不好？5000。对，来，就这个三位，你们现在开始看到之后呢？ 待会就要各就各位了。现在你们可以讨论一下，顺便下谁？好不好？来，你们先讨论一下，来，我们这是我们可以提几个问题问他们吗？可以吗？来，请开始提问。你问，你问，你问。阿妈，你跟哪有困中大不？来，你问，你问。不是，阿妈，你取消了，取消了，你取消了，你等下一定要下来，你取消了，你取消了。精神不好啊，你取消费在讲话了啊！还有谁问？你几缸平均贵几颗？你是在恭喜啊？ 他有诚意，那不准问。他说你没有诚意，没有资格，取消了。你浪费我们时间，太不下山了，问这种问题。来，我看，我问，你请阿爸，好，时间到，来。我真的没有。来，请各就各位，快，这个不好，这样要选。你前面的问那什么问题啊？这个问题，问这个问题啊？问丢倒我啊！哎呦，想这，阿妈有时候有误会，请快快快，十，五，九。 阿妈，阿妈有，潘映竹、黄楚儿、香跟小杰，四票。第二组阮经天有，阮淑君、董哥，对不对？有红毛，有，有一些谢欣、饼干，还有小范范。是的，只有你一个人选徐景淳，哈，徐景，只有我一个人呢。对，勇敢，一个，也就是说你输了才丢一个人，其他输了同丢。全丢哎！不讲谁会顺利，一定我们全部下去。郭子然男生一定不如女生，真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就这样决定了，好不好？第一名不用丢，丢。
二三名，来，请就位。这是高规格的比赛，你们因为下礼拜就要比赛的，这个比赛是真的有评分员，而且它有评分表。哦，好，请评审来讲一下这个比赛规则怎么样。我们这个比赛是一分钟，咱看鹅啊，爱伊的迄个除了速度以外，咱那个也完整性，鹅靠袂使有条鹅吧，迄鹅啊要干干净净，鹅啊袂使叫伊破刀，损毁，安尼拢爱扣分嘞。剩的拢是用那个磅秤磅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以重量看几公克，就是得几分，啊，甲扣掉伊的扣分的分数呢。我跟你讲，大哥就是很公平，这个我请专业来，也不是我来评审。我来评审可能偏颇谁，他评审来评最公正，因为下他每年都举办的嘛，我只今天担任小弟负责记码表，好不好？一分钟时间哈，我下面被爆枪了冇？没啦。来，三位选手准备好了，比赛要开始了。等一下，你们自己帮自己选手先加油啊！来，加油！嗯，加油！听哨音了，一分钟啊，一分钟而已啊，预备。哇，比赛开始啊嘞！哇，这个比赛非常刺激了啊！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，第一颗已经有人剥好，有人还没有剥好啊。十秒，这一分钟了，比的是这个速度要快啊！好了，两分了。阿妈，慢慢来嘛，帮我轻松哈。教练王不能速度，我让他躲脱哈。十秒，三位选手非常认真，但是我们大家一样，男生刚刚有点手忙脚乱，但是他们是非常认真的在参与这一项比赛，大集合第一届金科杯的一个比赛。那么三位参赛者，每一个人非常的严肃严阵以待，加油了，大家平均都非常的。不要动，来紧张，紧张是吧？紧张嘞！来离开，后面选手往后离开。选手离开，拉拉队离开。评审员来。哇，蓝金帽，我的评审员嘞，就紧张嘞哦。好，蓝金帽检查一号哈。咦，我下面扣分了，我下面扣分了。损害不？这个为什么扣分呢？因为他没有刮干净，要求严格是要白白的通通刮干净，所以这个会扣分，对，这两个扣分，扣一个吧。他来刮鹅啊！我刮大点没啦，你话？哇，这有当的这。下面一双。哇，他们好严格啊！我以为这个在比赛奥运呢，天鹅啊！这里是我破掉不行了，那不要浪费，拿来吃啊！这你这一脚破，没水，现在扣分哈。啊，兄弟嘞，你快点，两粒扣分的啦。好嘞，哇，我给他还称重量，不是算颗嘛哈？好严格哦。两家，他有瑕疵的是壳一个。额外两颗，待会再称重量，接下来检查它。哦，那称完重量之后，然后才要去做扣分的动作。对。哇，这个由评审来宣布，你谁是冠军了？非常的。现在的检查二号阮小姐，今天再得结婚的话了哈。比赛啊。好。很干净，看不扣分了。是。二号没有被扣到壳的分数。啊，二号今嘛检查了安怎？你检查干哪？有扣分的。完净，好，没有扣分。哎呦，二号没有扣分了，今晚我三号。目前这组没扣分了。来了，阿嬷。现在检查到三号阿嬷了。阿嬷，那就是。我阿嬷在干嘛？哎，今天嘛，这个扣分哦。哇，哎呀，这个扣分。阿嬷还有两包子，一个扣分，一个掉吧，换一个掉吧了。不是我们的啦。扣一个了。壳扣一点，扣一个。肉没有。肉很漂亮。好嘞，这有扣分吗？没啦，没有啦。好严格，一颗一颗的检查，太夸张了。来，秉性来，
刚刚呢，各位很清清楚，有第二组的我们越南新娘是没有扣半点，两小时。那第一组扣可一分，两颗有扣的，好，当然待会再会扣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慢慢来请啊。啊，骂了也是可有扣到一点，那我们来称好了。来，好，现在都归零了，休带领哈。这是第一组，那分怎么扣我不知道，我们现在看重量，来请。太真实，这情绪太可怕 ，Oh my god！ 一百三十克了，克一百三，来鼓励一下。哇哦！来，叫马环监视，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哈。来归零，他们比赛就是这样比赛的，就是都高手中的高手啊。对，就归零了嘛哈。我也让走啊哈。好，第二组要来了，阮小姐。好。八十。啊！八十，肯定是跑不掉了哈。但是我们没有扣分啊。没有扣分，但是分怎么扣我不知道。那分怎么扣真的不知道。来，八十，请归零了。你们这一团人有危险。紧张吗？我在归零。剩阿妈了。我阿妈。阿妈。130。90赢过80啊！下面，相同，谁得分相同？23相同。你看，得分相同啦，得分相同。评审，你讲一下，你我讲，他80他没有犯规，他90有犯规。扣这么多啊？一直扣什么？应该扣十分。太多了吧？少扣一点吧。没有啊，人家130我们也是比不了啊。规则就是这样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你听他讲嘛。等一下，人家专业比赛可能阿 Q， 来第一组怎么扣呢？第一组他有要扣30哦。对啊，第一组因为他以他的一些抗冷带嘛，你知道不？那个壳肉，他有破对，有两个壳里面带肉嘛。不是，一个壳带肉。一个带肉，两个破的，是扣30分。对，扣30分。所以他130就变100了，对不对？那90的扣10分就变80，那80没扣半分，所以80同分。重点呢？不，重点是我们赢了。这不是我们大集合制定的规矩，因为他们波格大赛就是这种规定，对不？因为比赛只是它长度是5分钟，我们是1分钟，所以输赢已经判高下了，就公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第一名，他130扣30是100，80没扣分就是80，90扣10分就80，所以两组并列亚军，一组并列一组都单独冠军。来进行我们颁奖，第一届大集合金科杯颁奖典礼，第一名冠军徐景玉。而且他12月份我们可以发单曲啦，好，什么歌？Jingle Bell，Jingle Bell，Jingle Bell，来颁奖现金，哎，今天是3000块，来，请3000块，谢谢，握手，啊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现在大集合2000，恭喜第一名，先站着。那第二名两个同分呐，我们只做的，因为不晓得会有这种同分的情况。那银牌呢，我们还是颁给长者好了，就是我们年龄最大的66岁的阿嬷，很辛苦。那个阮小姐颁给阿嬷好吗？你觉得他会很在意这一颗银色的吗？哦，有。你觉得他很在意这颗银色的吗？当然在意啊，这个是一个荣誉啊。你们是什么态度？你把人家比赛看是不慎重。我没有不慎重。那你为什么在这个银牌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是现在情绪有一点激动。激动？你不觉得他拿冠军现场很闷吗？只有一个人在开心吗？难怪你阿妈开心啊！加个奖金的2000块，阿妈，阿妈2000啊，阿妈，你要想加点阿妈，你给阿妈1000好了，好，1000是辛苦了哈，对。
那你看，撞了银牌就有差啦，这叫铜牌。对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银牌有一千啊，你想加码的就一千哈。两千块了。哎，大家皆大欢喜啊！来，谁皆大欢喜啊？恭喜你这个慧眼识英雄啊，这个是 Terry 的哈，就一个人压他而已那也没办法，命运就是这样的嘛。一号选手丢冠军真的让我们跌破眼镜啊，没有想到他才是黑马。大家还记得董哥比赛前是怎么说我们的冠军吗？一个人呢，对，勇敢一个，也就是说你输了才丢一个人，其他输了同丢，全丢了，不知道谁会胜。你跟我们决定下去，波特兰男生一定不如女生，真的，波特兰男生一定不如女生，真的。董哥，你们会输也只能怪眼光太差了。那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处罚大赛，好。处罚很简单，就是到布袋港往海里跳。这么有诚意的处罚真是太精彩啦！你们人太多了，爹，你先不要站那边。天楚他没有中枪。你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，等我处罚完，天也黑了。观众看你们处罚那么多有什么意义？哎，还有一种啊，对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好，所以我让你们在死里逃生这一次。真的吗？来，董哥就不用了，董哥请你后退。哦，你没有？不是，救他很累，救不起来啊。对对对，你先到。董哥休息，董哥休息，董哥休息。来，因为你九个，我想踩这么变八个，所以我把董哥先去掉了。哦，好，你们现在看到有没有？有四个男生，四个女生，很简单嘛。对对对。好，你们是。来，你们四个三个男生啊，你是说他是男生？那你谢欣是男生组，男生男生，来，男生你在一起，女生在一起啊。所以你们选一个对猜的，输的就要被处罚了。哦，男生组跟女生组啊？是男是女？没有，一个对一个。好，怎么推？我要推出。好，没问题啊。对，你后退，这样才清楚。啊，对，是。那我等于八个里面我只处罚四个了。了解。不然时间太晚了。OK。哎，那我们选饼干，你要挑谁猜？小范范，你们一双筷子先。好，筷子，我们来试刷一下。对，好，来，先准备。背对背，举上手的，右手举上去，一个左手一个左手。来，随便你们了哈，举上去不要动了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回头看。耶，回头。在耶什么？就是来，你一个就被砸死。过关。那我跟你。来。等一下，如果我输的话，就要去买什么？你的世仇是蔡小姐，怎么会是他？对呀，对呀，你的世仇是蔡小姐。我现在好了，对对。来来，翻译组。啊，明示哪一起啊？明示。背对背，背对背。背对背。哎，不要讲好了啊！来，背对背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哦耶！回头。没过的来，饼干到那边，来潘玉水到那边。我死里逃生还逃不了，死里逃生你还逃不过呢，没办法。来，等一下，你自己说。我才不会紧张呢。还有两张。对，我们不紧张。在我主持下，绝对是个公平的啊，不能讲好讲好。剪刀石头布。恭喜你！最后了，世仇对决。红袜对洋基啊！来回头，不要干预，不要干预，让他们公平看。来，剪刀石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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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都已经拆了三次石头，为什么第四次要改剪刀？是你觉得他会变呢？他觉得他拆不？不是，他觉得他会变呢。这是考一个心态啦，对不对？你开心吗？我真的好开心，我真的好不开心啊！这个比公平嘛？公平，公平，公平。那你们想先看处罚女生，还是先处罚男生呢？男生啊，固执一点。来，饼干先来。男生先的啦。男生先还可以救女生啊。饼干先来，来，对，你们下去。安全起见，那是港口，所以我们穿救生衣啦。哇，那真的。接下来你们当助理的工作好好做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这个绝对是很公平的啦啊。那我们的眼罩请戴起来。啊啊啊！不要戴眼罩，眼镜戴起来。戴起来啊，这很合理。哎，你上衣直接脱了。你戴起来。哎，
小饼，他饼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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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饼
不要骂，你们不放手啊！来，往前。好，慢慢的往前移动一小步，我们往前。让他戴上了眼罩，我他不知道。踏向未知的恐惧，这种感觉。踏向未知的恐惧，踏向未知的恐惧。哇，踏向未知的。有恐惧吗？有微风，好咸哦！哇，这凉的。有恐惧吗？下来其实蛮恐惧的。哦。因为好黑哦。是戴眼罩的恐惧吧？好黑哦。我们蔡小杰来。对。他眼睛还偷看呢，你看。我怕。我帮你对，帮你对。来，我扶你哈。来，我扶你，来，脚伸直，伸直，伸直，脚跨起来，跨起来。小心脚啊！哎，你好重！来往前，往前走起来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我真的不敢啊！来，你们在干嘛？在玩脚啊！我觉得谢谢下去了，我再脚前没下去。站起来！跳跳跳跳！跳跳，往前呢？都软了。因为现在蔡小杰戴了他眼罩，他其实你心里很恐惧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你在干什么了？眼罩，眼罩。是往前走就很快了，来来。对对。就他，就他。你马上会浮起来，马上会浮起来。你根本不会掉下去。不用坐在悬崖边。等待。对对对。我不要下去，我真的不敢。是不是？你要干嘛？没有，我在保护你啊！对啊，我在保护你啊！你平时憋着吸一口气，你别不怕这边电了。下面已经有两个救生员了。不要讲。马上起来了嘛！扶起来了，还继续演。来，眼罩。来，往前。脚可以抬，脚可以抬，脚抬。脚可以抬，因为你没有看到，所以你现在会游泳哦。你根本不用下去。会游泳啊？真不游泳？有三个救生衣在救你。放心，你不会游泳，可是我都看你穿救生衣啊。没有 ，High FB 都抛很多泳装照。真的？我都是穿起来打卡而已。有没有？就是这么玩。没有。来站起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可以坐在悬崖边吗？然后只可以可以可以。那你先爬去悬崖边啦。不要，你先爬过去啊。整天都在秀 FB 的泳装照，我被拉了，知道吗？你这样会受伤，这样会危险哦。你这样会受伤，会受伤。哎，你要做好，小心掉下去。不要拉绳子，不要拉绳子，不要拉绳子，会受伤。真的，真的看到。翔哥的脸现在已经有点呆滞。翔哥才不会怕呢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什么事不敢。对，来来，戴强。对他高空弹跳都跳了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对，是不是？我可以站上去再戴吗？可以。那你们就站上去，我就允许你站上去。真的吗？来，没有什么，他就直接就跳下去了啦。然后就空空翻。来，准备好了。这你要干嘛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记者没有，我们要干嘛？没有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没有啦。然后嘞，我们你先慢慢的往前走，好，现在慢慢往前走，慢慢的往前走。对，来杯，来杯。没有，我们没有怎么样啊。对，来杯。现在呢？你现在离悬崖越来越近，你要慢慢往前走。对，我们没有怎么样啊。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很像那个高空弹跳，真的啦！而且高空弹跳还不需要蒙眼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蒙眼会有一种未知的恐惧感，所以你不知道发生任何事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在那边啦。
现在你还想要气氛平和？我已经搞不了。阿贝你好。阿贝啦，都叫恩爱啦，都叫恩爱啦。你不是说？你不是说干脆吗？好了，你们跟不要一起游，来来来来。游回来，游回来。好，希望今天安排的节目大家都喜欢了，还有一些礼物要送给观众朋友，赶快上网了。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锁住名师收看我们的综艺大集合。